九方城是发生了什么事？九方城正在被寇怪人攻打，九方还留在城里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吧？九方也是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为了遵守和司马的约定，保守桃源乡的秘密，所以打算毁掉幻境，也不难理解了。我就只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既然能够穿梭于不同幻境，那么其实幻境之间也存在着类似于通道的东西吧？哦，你还真是不容小觑啊，竟然连通道都知道。可是就算我告诉你又怎么样呢？你们也无法穿越过去。难道不能像蛇道那样让人通过吗？要通过蛇道也得用特有的咒符吧，哪有随便就让你们过去的。再说蛇道也是你们道士开发的小道，一般人也走不了啊。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我们就要死在这里了吗？放弃吧，就凭你们是不可能出去的。该死，怎么能死在这里？虽然很可怜，看来你们也只能交代于此了。尽管我很想这么对你们说，但看来你们还真是命大。什么意思？碧文来了，我能感受到他的力量，虽然不如之前那般强烈。碧文回来了，竟然为了你们两个负他的人类回到九方城，真是够笨的。果然我还是搞不懂你们这些为情所困的人和妖啊，虽然他也不是妖。那么我就告辞了，我可不想被碧文的力量给波及。喂喂喂，虽然说碧文回来了，可是该怎么出去不还是没头绪吗？现在就算碧文立刻熄灭景象，我们估计也难逃一死。我已经死了吗？这是桃花的香气。碧文，月，五月，是碧文。声音到底是哪里传来的？五月，碧文，我不会让你死在这里，快醒过来，五月，五月，五月，啊，谁？你总算醒过来了。啊，碧文，这里是？才脱离幻境，大概有些失忆，之后我再跟你说明。啊，祖师和生哥呢？他们早你一步，已经回到现世了。脸都被打肿了，能不回来吗？妈的，这个死大叔！碧文已经知道了我的目的，大概是没法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待下去，而且看着他们这般亲近，心里阵阵发痛的焦躁感也让我感到厌烦了。范哥哥，终于又见到你了。话说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现在可不是叙旧的时候，寇官人估计快搜到这边来了，趁这会儿赶紧离开吧。把其他活着的人也一起带走吧，不能把他们留在这里，只怕我们没有可以顾别人的时间了。下面有人声，主子交代了，不留活口，下去做了他们。哼，还真是说不得。这边交给我，你们快把人叫醒。生哥叫他望哥哥，这人就是望天侯吗？哎，那边有个彭家没去过呢，走去看看。总算是遇上个活人，看你这装束，难不成你就是九方城城主？哎呀，少跟他废话了，赶紧把首级取了，回去复命吧。长得还挺美啊。你这家伙，早晚得死在好色这一点上，色字头上一把刀的道理，懂不懂啊？反正你也要死了，不如死之前让爷几个乐呵乐呵。你们要杀就赶紧杀，可想要侮辱我的话就找错人了。